啊，你好，我是回声之子的希诺宁。如果想要委托我锻造普通器具的话，直说就好。哦，但我手里还堆积了不少单子，你现在下委托的话，可能要等一阵了。哎，晚安了，睡前记得把枕头弄松软，不然第二天早上起来会脖子疼。睡觉、发呆、晒太阳，不干活时连盯着白纸都很有趣。生日快乐，这套全尺寸外用工具套装给你，里面有各种尺寸的钻子和锤子，还有三把手工具和五柄特型鞘刀，应该足够你在野外使用了。哦对了，还有一套混合了金属线和皮革线的绳索，强度足够吊起一只成年疾风龙。哎，你会打绳结吗？不会的话我现在教你。那看好了啊，先抓住绳头，怎么绕过来。